快艇高速紧追毒贩快艇，仅用直升机凌空监控。乍看像是电影桥段，其实是西班牙海巡队在抓运毒船。正前方的陆地是度假区，右侧虽是宽广的海域，但是毒贩如果想把快艇减速转弯驶往大海，就会被追上，因此只能向前冲找出路。 好不容易接近陆地，左侧却出现另一艘巡逻船挡住去路。左右包夹下，毒贩快艇冲进小海湾，而准备瓮中捉鳖的海巡队不敢大意，联络岸上缉毒组待命。毒贩的快艇一靠岸，三名毒贩跳船拔腿狂奔，仅用直升机试图掌握毒贩行踪。路上的民众比出手势，告知毒贩逃亡的方向。 三名毒贩的脚步越跑越慢，还一度想躲入民宅，显然不得其门而入，最终逃累了，只好就带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